诊当中植物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而如果说我们去读那个法国的人类学家理论，我自己是觉得蛮有意思，就是那一个火炉烤的，那火炉的就感觉像那个宗教的团契，一个团契。不过它比团契更强调那个居住在一起，然后共同的一个经典。那其实如果你知道团契的话，大概也是共同祈祷跟读圣经的这个部分。那只不过说那个在基督宗教里面，可能你的圣经的内容相关诠释，它需要有一个。他在影响指导者，我不知道北部团当时里面负责这一部分，你说所谓的权是心理权，或者说理解上是你要去引导，就是会影响到，比如说后来你不懂北部团如何来中心，就是所以有所不同的这一个部分，这是第一个我比较好奇。那第二个我比较好奇是说，那它里面还有其他宗教的相关部分，它有提到。那我因为我对北部团不懂，想跟你讲啊。可能是不同的西医诊断的话，那如果是排病未知，如果当好像有排病未知，那是根据怎样的一个情绪的内容或了解去排病这个未知？根据经典吗？还是根据刚刚提到比如说格林开坦所得到的一个结果吗？那这个我是比较不了解，想要请教。谢谢。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圣经里先说，先回忆一下，然后最后我们请我们林经理来做一个总结，这样子。所以就是先打岔好，是。我们那个时间点有没有赶时间？好吗？我们一直到倒计时。三行者是什么时候的？1:25，因为我们用它大概要30分钟嘛，然后礼敬菩萨大概30分钟嘛，就是点了，对不对？这样子。那待会我们可能就是说，是不是说我们先去用餐，先用餐，用完餐之后，我们再去礼敬吃饭，这样就全面点就比较搭配的程度要注意点，要注意点，对，好吧。圣经里先给我们回应一下，给我们请我们林经理就做最后的一个结语。好，有关于文老师所提到的哈，是关于一句话说“道本一直，理无二处”。在全世界当中，能够以这么短暂的时间，从民国19年啊，关到老师点够见面。到现在民国97年，它才是80年的过程当中，传遍全世界85的国家，这其中当然台湾的经济起飞才能够让台湾的这么多修道办道的人到全世界各地去弘道，绝对跟经济有关系。第二个部分，摒除掉经济的关系之外，那一贯道能够在这么短暂的时间传布到全世界各地去，甚至到南非其他附近的国家。我们在开法会要讲华语翻译成英文，英文再翻译成当地的话语，这样子依然会尽受奉行，因为它已经跨越了宗教的范围，完全是我们可以谈得到的一种以心印心。儒家所说的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与我心有戚戚焉，绝对宗教的本质当中一定是在我们内心当中感受得到的。而在
现在的欧美国家也有相当多的习惯道道歉，当然他会以他本身从小所接受到的这一个部分把他的经典教义来跟习惯道相互探究。可是还有另一个最殊胜的地方，因为有很多的修女神父甚至于其他宗教的人员，由他亲自所看得到的这个形而上之味道，他所看到的天国菩萨以及开法会的这殊胜的画面，宗教受困难，不困到光对看看。所有的简单之产品讲不到心，上来供养菩萨。